防静脉曲张的话，基本上一定要有均衡的饮食。不是今天的，均衡的饮食可以让我们得到充分的营养素，就可以抗发炎、保护血管、维持弹性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有充分的水分。我们身体如果缺乏水分的时候呢，身体就容易引起发炎反应。第三个，我们的作息要避免久站、久坐、久蹲，那这些就会降低静脉持续受压的状况。